小弟，多谢你专工走来陪我敬我朋友的生日礼物。我想要借用你的专业眼光，给我一寡意见。看你这样心中，你这朋友应该对你来讲真有意义哦。啊，迄个人是什么人？嘿，这是秘密，未使跟你讲的。咱先离去啦。看，就是无一款满意的。你到底是想要拣对一款？我想要拣一款哦，独一无二的。因为对我来讲，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。先生，独一无二不是问题，但价格上……小姐，这介绍不是问题啦，要做你提出来。好的。小婷，我想要麻烦你替我试挂一下手指，因为我想要看哦。给我上手指的那个人，他挂手指的感觉是怎样？替你试挂当然也是没问题啊，也不过看你那么认真，你应该是找到你的真爱了吼。啊，那安尼，这查某囡仔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敢有识识？八字都无半篇，再讲嘛。这么啊心机都唔肯跟我讲，那安尼？我看这噪音啊，我一定是有识识。你现在当我谢子琪这龙柱想要顶落来，应该是雅欣哦。你来这厉害啊，只有都有着。啊，不是做歹药的啊。你身躯边的查某囡仔，而且我阁有识识的，唔得干两个，一个就是恩恩，一个就是雅欣啊。啊，你对恩恩的态度我真清楚。所以当然也是雅欣啊。这谢子琪是要搞科目，咱想看卖，我为着小婷离婚。你竟然搁个小婷咧勾勾滴，真正要搞我气死！喂，跟我出来办一寡代志。小婷，你感觉雅欣敢会介意这个手指啊？手指确实真好看，只是讲头一遍送查某囡仔礼物，就送伊手指，我惊人会惊到呢。所以我也是建议你，讲要考虑送一下别项的，像就是破链啊。好啊。买一条好啊！好啊！小姐，麻烦你。子琪，你交代我的任务算是完成啊。那呢，我想讲，我们要散步回去。啊，我拄好来的时阵啊，我看到一间看起袂歹的甜点店，内底蛋糕看起来拢做好食。我想讲，先刷买一挂东西需要。我就是要来找。好啊，多谢你今日跟我斗三工，明天我要请你吃饭。嗯，拜拜。送给我喜欢的人，我要买多一款花。你准备要告白哦？安尼我就帮你配玛格丽特、桔梗、花岗玫瑰，这三种花加起来就是代表藏在心中的爱意，加永恒的爱。
藏在心中的爱意跟永恒的爱。好，小姐，就替我配合这三种花。好，你稍等一下。就是内底迄个人，替我好好驾驶，上好跑伊带伊带前一年半冬。爱记啊，下无人所在下手，卖好。放心啊，代志交代我处理，就无问题啊。